我进来了。回你家。睡觉。我家在哪？在你面前。哦。是我家、啊。靠北啊。哎，真的哎。干。这间开始直接买下去，那间没。我找不到我房间。睡觉了，在楼上啊，二楼了。哦，楼上哦。应该是二楼。嘿。我家格局跟你不一样，我家超豪华。都我问快。你不睡？睡了。我要走。我们家富婆在这里。我在想，要不要直接跳出我家？你是不怕被锁的对吗？你看，要。扣那一点血也要喝哦，走啊！没有，我先把血补满了。啊，你补血不要拿大草，都要补。好。啊，我跑很慢啊。走啊！血补满了，那就直接拿个稻草。哦。冲了！买个灰尘金球，你有十块吗？没有。我帮你买一个，靠背哦。你那个啊，从背包里面丢给我啊！我刚就是从背包丢给你。糟了啦！为什么这里卖那么贵啊？挂屁事、喔！去神木村20块就一个、欸，这里要100块。猎杀村只要8个就一个、欸。我记得要先往下走。在哪里？很远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、爸，你看我。咦、欸，走啊！什么啊？走啊！我无视迷宫，白痴下来。好，我下来，再跳上去就。我最爱迷宫了。哇哦！你找到路了，这里，不是，这里这条，这边，绕过去，哪里？这里绕过去，一直走，然后到了往上走。啊，我已经去看过了。这间很多宝箱。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看到有个宝箱啊？哪里？哎、欸，这宝箱是只有我跳了上去、欸，不准批评、啊。我这里有个宝箱，我去看一下。叫你不准 TP 呀、欸！我要看。多钱？那我们回去。为什么？什么？会摆在这种地方啊？而且那地方是只有我上得去。我找到，我找到路。哪里？这里、啊。等一下啊！不准要 TP， 你够自己慢慢找。我知道啊，我要看路啊。看路。等一下我被。我卡住哦，这里，你这边跑快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好好忙好。哎、欸，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拿到3个宝箱，
这里。对啊。然后夹着纸就死了。啊你怎么没分我？啊不是都分你，我钱都全部用在那个升级你装备了。哦。啊靠北。欸这里啊。等一下。呜。打扫把它上。他怎么那么弱啊？那就阿尚了。你就阿尚会打赢你哦。欸这里死路了，走。干。他怎么那么强？不是这条路，不是这条路。嗯，都找到了。嗯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在，在。什么啊？很远，要绕很远。小坑下，真怪。哎、楼上啊！对啊，楼上啊。走啊！我找到路了啊！啊，刚刚条路就死路没。那、啊、你能去哪里？这里啊。就跟你讲那边，就死路啊！我在带你去找正确的路，你跑回来干嘛？好了。我在找、啊。哦。我就觉得你自顾自。我没错，我就是啊。还有打扫打扫。这里啊，这里。啊？这里。哦。哦，游侠好好用。我找到路了。啊，我可以直接走进去了。好多层啊！我也觉得。跟洋葱一样，跟史瑞克一样。那上面这个屏障有什么？先生，阿尚比你强壮啊。不是，他打我一下我就死了。阿尚很用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找到了啦，再下一层。啊？要再下一层，这层也不是。你这还 TP 耶，妈的！跟你讲啊，那个迷宫的时候不准给我 TP， 你给我自己慢慢走。哦，烦呢、欸。我带你啊，这里，这里啦，看人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刚刚那里才是。靠。游侠都找不到路了，你还想找？我用 F 5啊。好好哦，我先上去。哦，边疆城。我、靠！我找到路了。哎、欸，这里。啊，这里，有箱子是不是？对啊，这里没有箱子啊。可我想那我哪？我拿过了。哦。出来。出来了啦。靠背。靠背。
我以为我找到箱子，进去是置柜。这里啦，回来。进去是一只怪。我找一下。找到了，这里。你要作弊哦。那就有血啊。你血先补满好不好 ？BOSS 区域。啊？我打 BOSS 了。我刚跟你讲多久？好，我先补。等我一下，靠！哎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死掉就没了、哦、啊！不能 TP 哦，为什么？进去里面不能 TP 哦。